WF Duino Chrome 扩充套件的安装。那我们在设定里面启动 Chrome 浏览器，在设定里面有一个扩充功能，请你选择更多扩充功能，然后这边输入 WF Duino， 然后请你把找到这个 Scratch 这个WF Duino 加到新增应用程式，啊，增完它就在这里，点它，它会在这里出来。那你下一次启用它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桌面上现在这样没有，如何把它放在桌面上？你再启动一次 Chrome， Chrome 启动完，再到你的扩设定里面。扩充功能里面执行你的这里详细资料，这边有一个建立捷径，好，按下建立捷径，桌面功能表固定制工作列都好，都把它打勾建立确定。好，这样子做完之后，你的桌面上会有一个工作列，上面会有一个功能表，里面也会有一个，这边就会有，你就可以很方便去启动。